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玩了10天通关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这是我今年2023年通关的第3款游戏，也是我近5年来通关最快的一款游戏，分享几点感受，排名不分先后。首先，根本不存在什么电子毅力，找对游戏才重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让自己兴奋开心的那款游戏是关键。因为每款游戏都有适合它的群体，不同的人有自己喜欢的游戏。第二，马里奥惊奇这款游戏设计很巧妙，它竟然没有难度设置，是自动的，很智能。这个智能是智能，不是智障。比如有难度的关卡，多练习几次就能过，不能盲干，要找规律，要动点脑子，同时也要培养手感，练练技术。对于那些比较简单的关，简单而不无聊，不乏味，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简单的关和难关配合起来，能起到调剂作用，整个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是那种行如流水般的体验。第三，我认为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是我心目中2023年 TGA 年度游戏，这才是游戏应该有的样子。虽然马里奥惊奇也是续作，但是它相对前作是那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使命召唤20比19提高了10%，战神5比战神4提高了20%，塞尔达王国之泪比荒野之息提高了30%，蜘蛛侠2比一代提高了35%，生化危机2和4的重置版比原版提高了50%的话，马里奥惊奇我认为比前作马里奥兄弟 U 豪华版提高了得有200%甚至300%。因为除了马里奥这个名字和这些角色以及平台跳跃游戏这个属性之外，全是全新的，创新度满满，细节满满，创意满满，画面满满，体验满满，满意度还满满，玩家的心理愉悦指数也是满满。像什么小孩子玩的游戏 Switch 卡带贵，什么 NS 机能孱弱，什么 720p 分辨率，这些在好玩面前都显得那么脆弱，不值一提。另外说一下，这款游戏在选关地图的那个画面是30帧，明显卡顿，但是在每一关玩游戏的时候是60帧，是那种很流畅的60帧，很稳。第四，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想问问那些魂系列的玩家们，那些能把只狼、老头环、血缘诅咒能打出白金的玩家们，他们玩马里奥兄弟惊奇会不会是手残党？反正我是魂系列的手残党，但是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这款游戏我却玩得爱不释手。开始我觉得4颗星的关已经很难了，但是后来最后一关最后 boss 5颗星也没觉得难，反而觉得它很可爱很好玩，甚至我还玩了2遍。那个末尾的通关工作人员名单也是很有创意的。另外通过这个名单我看出来，这款游戏的制作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名字，希望那些欧美的游戏开发商多学学，多跟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这款游戏多借鉴一下，创意和让人玩得更高兴更开心的这方面多用用力，多使使劲儿。